楼在深夜里冒出火花，大火迅速蔓延，还有黑烟不断窜出，消防员紧急锯开一楼铁门进场抢救。请问一下，刚刚是从哪一户开始烧的？那边最旁边那户。对对对，啊，然后呢？一楼开始烧起来。对，一楼。然后我就赶快冲到这边，然后我们水管先去喷。大门前的铁架被大火烧到变形，还有从火场搬出来的瓦斯桶已经烧得焦黑，却还不断在泄气。它基本上前面车库有停机车，然后也有瓦斯炉。那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，它瓦斯炉已经那个开始。瓦斯桶已经开始在冒火了。二号晚间11点多，高雄市大寮区一户民宅发生火警，当时屋里有一家三人，屋主已经93岁，行动不便，另外还有屋主太太和女儿，消防队紧急破门救人。一名是在一楼的男性，年约75岁，然后两名在4楼后阳台。消防初步研判起火点是在一楼车库，还好屋主一家及时被救出，只受到轻微呛伤。经新闻谢嘉玲、马竹青采访报道。